开始吧，我们来吃这个卷粉。老板有卷粉吗？有啊，要倒条。来十条，来十条吧。你要吃得完吗？你那么早啊？吃得完，来十条。这个眼神是怎么回事？看不起谁？啊！吃的话给你免单没嘞？真的吗？哈哈哈哈没有人吃，我搞的从来没有。稍等一下啊！他这个豆浆跟这个白粥是免费喝的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婷，我的十条卷粉已经上齐了。哇！看着真的很美味哈。咱们开吃吧。这里的话是两条的这个量，难怪老板那么有信心。他这个确实分量是挺足的，这两条还挺沉的呢。老板可能今天要猪八戒可不能怂。嗯，好软糯呀，你的酱料味道也很有味道，那就是大酱特别好吃。这瞬间就只剩最后一口了。两条结束，第二条也是两条。我懒得说你软了。飘渺，飘渺。嗯。站着。加的太好吃了，就柔软糯糯的，然后又带一点点的酸口，它那个辣酱是有点也辣口的。盘的最后一口了，你坐这里，我等一下就停了。我们上山了，啊！那边上我都好，那边上山了，好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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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
还剩最后一份了，就是最后一份了，老板可能要哭了。老板此时已经在打包行李了。哇，辣椒油辣椒油特别香，而且辣椒油里面有炸的那个番茄，特别香。最后一口了，老板最后一口了。老板此时心里慌的一逼。吃完了啊！送完甜品给你，谢谢你。格局是有的。全部吃完了。哦哟，美女，啥？你吃了多少几份了？我吃了十条，一盘有两条，吃了五盘。哦。哎，美女吃完了啊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四姐，短短三分钟吃完免单。大家好，这是吃素品的秋婷。免费挑战脆皮五花肉，三分钟吃完免单。这个三分钟挑战还有吗？有，稍微等一会儿。瞅着太香了。旁边站着，要你上去就站起来。我还有点紧张呢。开始了。哎呦，我今天来了一个美女。哎呀，美女等着急了。嗯。哇，太香了。好担心我的牙呀。瘦肉部分真的好难嚼呀。一口瘦肉嚼好长时间，好着急。油滴了我一腿。
太香了。嗯，它也不肥。不肥是吗？嗯。就是瘦肉的地方太难嚼了。这真的很香。家人们吃完脆皮五花肉，我想到来买雪糕，结果你们看一下，一元品十元十三根。我的天，震惊我南方人一整年，这一堆还花了20亿。 Nice。 你们这些细狗比什么、啊、我要中了，中了不完了吗？一碗我这个吃的都到你们肚子里面去了。对、哎、你觉得我今天能吃完吗？你这碗可以给你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吃啥啥不剩的秋婷。今天要整个大火，要挑战胖哥吃螺蛳粉。听说他今天带了好几个帮手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来了，我来了，胖哥。来了吗？这是你今天带的帮手。对，怕不怕？有点儿。有点。对。螺蛳粉一扭，行不行啊？啊、要不我们先吃再说。吃完的肚子，先给你投降。有的话有句话叫投降速一半，你先投降，你可以。要不先吃，到时候不知道谁投降呢。那你的小身板不可能的。那走。来，老板给我来800螺蛳粉。你相信他一个人能吃完8两吗？800。信不信？不信了，吃完了你能不能给我们名单？可以啊，一份。真的吗？他一个人吃完给他名单。啊，你的车里我带球点来盘老板算了。我看你是怕比，不过我想转移战火吧。胖子，我看你是带着秋婷在这里吃免费粉的吧？没有啊，你想吃免费粉，不好意思讲，就带着秋婷过来。要不我们搞个组合吧？啊，胖瘦组合，混吃混喝组合，那可以接受。嗯，反正你不得吃，我不得混，是吧？不然你觉得我今天能吃完吗？你一个人吃，我这里的分量肯定吃不来嘛。真的吗？那我吃了一个人。对啊，给你真的啊。确定我这里的分量不是少。你看这个那卷真的不错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我咽口水了。那是什么？猪脚是吗？香肠、鸭腿，还有猪脚，还有鸭脚，还有那个猪小肚啊。这样吧，既然已经你吃完，老板答应你吃完，你就免单了。要是吃不完，你买单。行。好。坑不了老板，我就坑秋婷，反正我总要坑你个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准备好没有？快点，我们饿了，在等你。快点啊！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好，行不行啊，西狗？请记住你此时此刻的嚣张。不知道谁是西狗，加油，你。西狗。我吃着花生，吃辣椒就开始有点感觉了，真的。来看一下我这个辣椒，评论区说柳州最辣的一家啊，真的。红可能不是，你要蹲着吗？是你的，你是你的，别管我。算了，我蹲着。不要蹲。还没吃到完呢，这个辣椒真的辣，我刚就尝了一口花生，你吃一口啊。哦，舒服。哦，你们两个会不会被柳州螺蛳粉店拉黑啊？你们这种吃法，天哪！快点，我马上做一碗了，是吧？别被店家拉黑了。拉黑了再说，太好了。柳州那么多家螺蛳粉，要拉黑我也花一点时间。快点，拉黑呗，估计要几年啊。二百八，你真好。二百八。放就对了，给光吃粉要吃肉啊！跟你说，我要把这个猪脚肚，吃那个两百，搞一下，上面那酱刚刚太白了，拿下3斤吧，那个大肠，好嘞。
胖子，秋天第一晚本结束了。你别提了，我在干。张叔叫我吸狗，我给他做完第一晚了。吸狗在吃。开始了吗？还有吗？不行，点评一下味道。那做真很辣，增加那个真很辣吃。所以我觉得胖子那个应该，适合我，就跟我们家辣椒也差不多。胖子，你要打算吃几碗？秋玲要吃几碗？我一碗。你一碗？这里剩下呢？洗稿剩下给他们呢。我不是有带了帮手吗？那我带帮手来干嘛？就给你几碗。我觉得大哥可能人吃多了，吃多少？先看看这个。等我来半勺。你喝两勺，你多了，我喝两勺，半勺，那多了，看到过没有？半勺了。这个是啥来着？猪小肚。他家猪小肚五个很入味，然后很有嚼劲，但是又没有那么难嚼。飞花文学鼻祖。有嚼劲吗？不然你到这儿。这个猪脚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已经是软的，那个，我这个讲的强劲啊！我这个猪脚比你多，有没有比你家好吃一点点？有家好吃一点。那必须的，俺这个猪脚。因为是淀粉的，没有青菜。有青菜的话，就没那么多粉了。哎呀，我看你吃的真的有点快，那我放弃了，可以不？要全你全吃了吧？你不能放弃，唱歌一个人战斗呀。那我吃加辣不给你200吗？是不是？可是我那个是淀粉哎，没有菜，我吃了200个粉，应该能吃平了。我有青菜啊，你看。秋天两碗都快吃完了，你一碗还没吃完呢。哇，又辣！好的，我还吃有卤肉嘞，是吧？第三碗开始吗？不行啊，人家都第三碗了，你还第一碗？你来试一下这个辣椒。你看秋天都行了。我不是吃不下，我是这个辣椒太辣了，它用的微辣。因为微辣都拉红了。胖子真的觉得你很强，怎么你和秋玲对比觉得你好弱呀？好气男，好气狗啊！真的，你男讲那么多，我怎么觉得你们的对我还有点偏移了？一个战友怀我这边了，集体倒戈了。这个辣椒后劲好足啊！刚开始吃三五口不觉得，吃到后面真的辣。这整体辣的。老板，你辣椒不要钱了吗？要啊，要啊，那怎么放那么多？辣椒放了啊！你吃得了爆辣吗？你可以吃啊。我还可以吗？你们来晚点收工吧。他这个味道我都已经出汗了，我的妈呀，我挺佩服的这个辣。我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这个是真的辣，看一下你的辣椒。他看不出，看不出，但是真的很辣。是的。还可以，都哭了。我眼泪都要出来，我觉得还是微辣的。他的是微辣，我的是爆辣。老板说了，这家店他开了十几年，这十几年期间只有一两个人吃得了爆辣，我是第三个，是吗，老板？嗯，对。哇，啊，舒服过瘾，舒服舒服。老板，我已经吃完三碗了哟。还有五碗，你还吃不了？可以的，你相信他。好嘞。这个辣椒可以吃的。第三碗结束了哟。第三碗结束了吗？哦，还没完。第四碗了。不管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。看个好吃吗？要不要下一个下？来，谁来？
我不去打灯来。不行啊，一碗都不行啊。辣呀，太辣了，我休息一下。第二个饭盒。就你这个，半个我没钱吗？真的。人家已经吃400了，还像你像你们，真是讲话不用脑子，老老实实多吸一口吧。第四碗结束了，那我去第五碗了。这真的至少得有二两份。啊，大概一碗是二两份。因为没有菜的特别多，没发现。哦。对你这一碗已经算是二两了，这边这个是一两吗？哎，看一下我这个。我知道了，两个人一样的。哎呀，这个方法啊，看来还是有点实力的。吃吃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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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。我的第五碗快结束了。第五碗啊，行啊，要找人摘那个了，帮忙了。要换人了吗？啊！才一碗又换一个人。啊，不说话就想换一个吗？又不行啊！哎，大哥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又撤了，又撤一个。唱歌，你的下一个呢？那真撤。好。这都没人了。来，再来一个。你就上了一个，第三个了。这种。加油。走位兄弟吗？等一下，不要着急啊。那我感觉这个小伙看起来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啊。必须，十斤，再点评一下啊。十斤，一口，至少一口就吃完了。好，兄弟，看，不吃不。别的啥吃，还是有点辣的。你妈哭的，你妈是辣哭的。你一个云南人吃辣比不过我柳州人。来，你上爆辣嘛？讲这种，我们不跟他们比辣是吧？我们比吃的。说实话，真吃不了那么多。正常人吃两碗应该是很多的。吃都应该换水给你了，看我再啃牙吃少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苹果？我第五碗要吃了。你吃了五碗是吧？我们等一下还在吃，我们吃六碗。真的？嗯。我们三个人，一人再吃一碗。大哥，你不要以为你躲在镜头外面，人家看不到你的表情是啥样的，别虚。我、哦、没有啊。我们先看一下现在状况哈，现在八碗我吃了五碗，我第五碗已经结束了。然后胖哥，你这是现在吃完了三碗，你们反正现在肯定是输了，你们要控一下吗？加，我们加。好。嗯，我们一人再吃一碗。加油。那还有唯一啊。加油！梅医生，你都上镜了，你不吃？我就放弃了。你没有放弃？超级太猛了，真的，我真的放弃了。放弃了，已经有一个放弃了。我再吃一碗，才四碗，他还是赢，没用的。你先吃一碗，我再吃两碗，不就赢了吗？好胖子，我们再吃一碗，才四碗，人家已经五碗了，什么都是输了。算了，我的意思，今天先放过，一人吃两碗，先放他一马吧。放我一马。不要为难小女生，对吧？对。不要在乎一重新吃的得失，知道吧？来日方长。我不认输的啊，我是因为你投降了我才输的，所以这个输不关我的事，对吧？小点。那是别给我，来，快说，看着你说，你再说一遍。胖胖哥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刚说啥？我是已经吃了，但是呢，他投降没吃，啊、所以输我们这边输是因为他不关我的事，对不对？那我不吃了啊。行，那你们是不是输了？输了，输了吗？我输了。谁是细狗？我是细狗。谁是细狗？他是细狗，他也是细狗。谁是细狗？我不是，他没吃，我是细狗。这个是我吃的五碗，然后有两碗是这个卤菜，然后这边是胖哥的三碗。不是胖哥的三碗，是细狗的一碗。你怎么流那么多汗？你们洗了个澡。这些都是汗，他吃了一碗，眼泪都流出来，真的哭了。输就输了吗？也不用哭成这样吧，哈哈哈哈！你还喝，都哭成这样了。是汗，汗如雨下。好，
就是眼泪。没吃饱又再吃个鸭腿是吧？哎呀，胖哥怎么样，服不服？我是肯定不服的，因为我已经吃完了。啊？我不服，我不服是他们没吃。对，哎呀，别讲出来了。那我吃了很多卤肉啊。那来嘛，对吹这一个嘛。喝完能服吗？我喝完，那你怎么你服我吗？我肯定不服，我怎么服？那比谁快嘛？喝，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啊。一二三，开始。刺激！厉害！你看我是不是比你快？所以你速度快，我服了。所以，我真不服，是因为这帮细狗吃不了，而且这一次我吃的是太辣了，是因为辣影响了我吃粉的数量。我觉得我们下次再 PK 过，下次我们都要微辣的，好不好？请求你或者是不辣的，我们再来一次。那我提议你再多带几个人。坏了，这几只是细狗是吗？那你可能微辣也有点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下次再 PK。好。啊，那就这样了，这一期就行到这里了。行，拜拜。拜拜。秋婷，你吃了五碗螺蛳粉，我怎么见你肚子没鼓起来呢？哎呀，这是直接投降还没吃的大哥。跟这些细狗比是吧？我要送老公的锅边头。这两位各吃了一碗。我这么吃的都到你们肚子里面去了，五碗白吃了，比不过他们。老板，我吃完了。嗯，好的好的，你能吃那么多吗？我吃不了，因为两碗都差不多了。两碗差不多了。你开店开这么久，有没有比我能吃的？没有没有，还是一个女孩子这么能吃，没见过。那谢谢谢啊，感谢老板的盛情款待啊，祝你生意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Nice。